叫龙辉石。龙辉石哦。收纳技术，收纳隶书，38000是不是很快就没了？嗯，会吗？说什么？38000？嗯。换好了，换好了。OK， 射3%箭矢啊。他接了吗？任务他接了吗？他接了，他接了。好，我准备好了。来啊！哎，这我没接啊，靠药。Go！ 条纹书在身上，可是我都没有拆，没什么这条河。你兽技刚也是用这个吧？哎，同一个吗？圆月斩吗？啊，没关系啊。嗯，他怎么没出发？哦，他。他还看箱子。什么声音？嗯，没有在点游戏。噔噔噔噔噔噔。嗯，开始啊！嗯，这不是漏读取很快，漏读取也很快啊，只是看有没有人非洲线而已。龙辉石、斗拉弓什么的。啊！练气解放月圆斩，哎，真的，我刚也是用这个，靠腰。那会不会有人跑错啦？啊，我忘记拿人热饮了。我有啊，你要吗？好，我要跟你要。那下扣。啊，我也没有拿热饮哎，糟了。哇，那你的手发光。耶、yeah, ，谢谢。拿了怎样？拿了。我加了。给了，来来，按我手。来，到我面前按你。有了有了有了，好喝诶，热饮。你们要还我限时300块？你就是卖萌。限时300块？那一个东西300块，你们要还我限时300。不是，突然间就杀过来，好淘气啊！这孩子。地上有很多亮亮的，我都要捡完才开始打。这是什么？拿挖把犁什么的。玩具三光弹呢？然后巴黎诺啊，没看清楚啊！哦，为什么刚好在我落下的地方？哎，狩猎笛，对 ，nice。对了，阿金，嗯，你弓不集气的射出来没有伤害哦。啊，我都是有集气的、啊。没有啦，我只是提醒你，没集气几乎没伤害。我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啊。被叫下来 ，shit！ 我还有神龙了。哦哦，是我，好险！哦，属性攻击强化。对啊 ，nice。可是我带雷有用吗？我觉得换这个弓射程变好短啊。提到了。耶。哎，不挣扎、欸，直接中哦。寒无效，你自己有，你干嘛跟我要那个啊？我现在才发现。霸气。哦，没中了，讨厌！
我看。能量值不够。哟，刚炸话筒。对不起。好活泼哦，嗑药啊。可是我觉得赛场比较嗨啊，没中，谢。赛场也很嗨啊，一直乱跳。上场是一直用升龙，嗯，他应该是 SF 迷吧。哦，在空中被打下来。啊，好难打啊！他一直动来动去的，很难秒哎、欸。哎、欸，听觉保护小，错用了。这招中喽，白刀。哦，飞起来了，飞高高，飞高高。啊！红心啊，没打到。谢。哦，要猫了！天哪！欸，看我欸，看屁哦！呵呵 ，Oh no！ Oh no！ 冰淇，你好，不会吧？哪里？你在这么远的地方竟然选你？王八蛋欸，我其实快回满了。这样搞我对吗？哎、欸，跑掉了。啊，我变雪球了。八区吗？赶快解除。好可爱。哦，御天手、啊，算了，没事了。为什么会讲御天手？讲错了。天手。天手。我想到细田手。什么东西？细田手是做那个数码宝贝剧场版的。可是第二集要等那么久，我都快受不了了。嗯。还吃东西，还吃，那都坏掉了。黄斩喽！啊！雪人，雪人！啊！我明明就翻滚，还中，可恶！雪人。哦，还好不是我。阿金，快逃哦！没关系，我还没死，我还活得好好的。呜呼！阿贝。哦。快喝药。哎、欸，我相信绝对不会是我。快打我！不会又是我吧？不会又是我吧？啊！你这只王子有什么毛病？好活泼哦！你每次选都选我，哇、哦！我最喜欢的一招，因为他都打不到人，然后我们可以打他。干！我要开大，武器威力降低了。我要开大、啊。我也骑到了，加油！没体了，没体了。叮！看我的看我换，哎、欸，好多了。红斩喽！大绝！麦克！不，别跑！谢，来不及。哎呦杀了他！在天上乱飞。欸、红耐寒效果解除了，他是狩猎敌耐寒效果。真的吗？交给我。
对对对，耐寒效果解除了。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吹。帮我吹一下，吹一吹。哦，哦 ，nice 哦，寒无效。我感受到你。对，我被刚了。他不是白咖吗？没有换区。白咖，我看他活灵活现的。对啊。好快哦！这就是所谓的假掰啦。假掰，真的是假掰。这就是假掰啊！变黄仔了。哎呦，又在刚我了，又刚我了。结束了。赢了，碎啦！我加嘞，我加嘞。お疲れ。啊，好棒啊！恭喜你 HR2 啦！耶、yeah ！爱手。可以叫那个狮子挖，怎么可以挖底石？哪里？这里。底石。还有九只龙鳞哦。真假的？有机会啊。有。底石。我连挖三个了。底石满了，底石又满了。第十慢的，第十小跳台，哇！一卡车第十，立着成章耳，冰的密耳，听起来怪怪的，冰的密耳，定，yes。叮耶、yeah, 跨性可以叮哦银冠耶真假的金看不出来银冠没感觉啊完全没感觉1006.09 nice 好像很大又好像还好对啊好啦帮他们升二升三吗还是明天可以啊我可以继续。嗯。看你啊。我想一下。好你想一下。明天好了。明天好了吗明天好了、嗯。好啊。想休息一下。你身体是不是不太好不太舒服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是不舒服没错。等一下我耳机掉了什么啊。这样我就可以躺着挖素材了。还是你要再打一场？因为我要到45分。好，没问题。那我陪你到45。好耶、欸。防具也可以买。那就两个既然进度一样，那就一起升啊。对啊。对啊。就打同一场。打二升三呢？45分应该一两场就差不多了。那就帮忙过二乘这二乘三的好了，还是你要打三多的？打三多的吗？看他们，打二乘三好了。好，打二乘三，他们打二乘三，一个一个来吧。嗯、来了，就是一个三猫杀手前口龙。天哪、啊！等一下，我先，我怕自己不要死，埋一下商店装来顶，挡一下啊。OK， 千口龙吗？啊，对，千口。千口龙。千口龙。沙上的，对啊，嗯，我帮你们接。好。好，等我一下，我买点东西。我弄个农场。全部都丢蜂蜜，这么缺蜂蜜啊？对啊，还有不死虫。看一下我的蜂蜜，哎、欸，蜂蜜有90个了，好像可以浪费一下。啊，浪费一下嘛，就把恢复药菇类都拿出来用。啊，耶！我吃饭吗？你吃了？不是啦，猫饭。
麻烦。等下想叫麦当劳。饿了。圣凯洛，嗯，丢三米哦，我来了，我吃个毛饭，你吃个毛饭，干，他都吃过了，还呛我。这次我不会冒车嘞，好紧张哦！你为什么要紧张？你是最不紧张的吧？我很紧张。要紧张的应该是我吧？你为什么需要紧张？因为我怕死啊！没有说啊，我说来我。我吗？我也怕死啊！你要不要算一下你的防御力有多少？我防御力吗？还蛮低的。上来。249。哎、欸，差太多了吧？他才五哎、欸，哪有？所以我现在掉号不是很丢脸吗？好像有点道理。我好像忘了喝那个。嗯，哦，那我先在家里奶浓一下。假的，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啊哦。看到了，都戳破好。硬爆弹叫得起来吗？叫不起来。还叫不起来，来不及了。我刚忘了喝耐热，这只比较像坦克。炮弹设置了，哪里？这边，快去吃，快去吃。出来好，放在哪里？这是有比较像坦克骑吗？没有吧。他要在，要喷了，要喷了，要喷了。他欧耶了。但你明明知道你吃沙子会呕吐，你还想要吞那个？知道知道。不敌他好。嗯。走走走走走。戳破他喉咙。啊，放这一下。下去啊！炮弹在哪？炮弹吃了吗？还没有，他把他吐爆了。他把他吐爆了。把他吐爆了。谁、欸？哦，哎、欸，哦，猫、欸、了，猫了！竟然前尸啊！不会是前口啊？你以为是我吗？果然是前口龙啊！不愧是前口龙啊！手杀手名不虚传。敢他要取代那个人？好，取代咕噜咕噜的地位了。咕噜咕噜，我还有一个爆弹要放。哎、欸，爆弹还在哪、啊？他居然没吞！你、欸、看很坏。